者洪素金台北报道。Spexil 的名杰加入凝视医疗喜剧史奇医师豆格，在出场时被称作黑杰克，但却在个性上他也是比较叛逆甚至有点高傲的，但他主要也是希望能在传统的医疗体制下为病患争取些权益。明姐在剧中需强悍个性表现，而吉田的特训之后也让明姐直呼还好以前没听妈妈的话要当医师，真的太辛苦了。明姐一加入就要拍在路边急救，很多急救的动作与专业名词要背，甚至上救护车还要剪开病患衣服抢救，临场感和急迫性十足。他更坦言是第一次上救护车，拍完后明杰直说有种虚脱的感觉。淄博小时候妈妈希望我当医生，还好我没有听他的话。演出医师才发现医师的抗压性真的要很大，而且很辛苦。不过 Spexil 明杰似乎过于紧张，和小珍对戏时常忍不住笑场，爆和小珍对戏时因小珍常会有不在剧本的爆笑台词出现让他忍不住笑场。明杰演出医生，明是提供明杰演出医生，明是提供明杰一和小珍对戏就笑场，明是提供